嗨，大家好，我是 Steven，很感谢各位对我们去年网络补习班计划给这些市民还有弱势的小朋友全马。我们因为有你的支持，已经有开始给免费的网络补习给这个200个弱势跟市民的小孩子，而且也成功了请了2个弱势的大学生来帮助这些小孩子补习。那么今年呢，我们也跟这个台湾黑暗对话的同事们，他们会从遥远的台北飞过来，为了这些小孩子主办一个黑暗对话的演唱会，总共我们会开5场。简单来说，在这次的演出当中，我们带来了最具台湾味的歌曲及创作，也带来了最具台湾特色的声音。这些声音虽然在台湾发生，却也能够让不曾来到台湾的朋友们产生共鸣，因为语言相同，声音熟悉感相同，唯一不同的是发生的场景不同，产生的故事与呈现的样貌不同。而最重要的是，在本次的演出中，也将结合大马当地的表演人，共同演出，创造不同的火花，因此值得期待。这将会是一次美丽的精彩对话。在撩动琴弦，希望大家可以上这个网站，得到更多的information，还有消息关于这个黑暗对话的演唱会。希望大家跟往年一样来支持我们这个活动，买票来欣赏这个黑暗对话的演唱会。感谢各位的支持。